贝克汉姆前两频授予维多利亚离婚传言的困扰，其妻子前几日主动在社交媒体澄清谣言。6月14日，贝克汉姆在个人社交平台也亲自现身破谣，他晒出了与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友人聚餐的合照。照片中，维多利亚紧挨贝克汉姆落座，并且距离亲密。贝克汉姆此举也让外界对于夫妻俩离婚的谣言不攻自破。日前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与贝克汉姆恩爱同框照，力破离婚传闻。照片中，小贝搂着贝嫂的肩膀，贝嫂抓着小贝的手，看起来十分恩爱。贝嫂同时配文抓拍。前几日，据外国媒体报道，有关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将要离婚的消息在社交网站开始流传，甚至促使一家大型博彩公司打赌他们是否会离婚。随后，贝克汉姆夫妇强烈否认了这些谣言，他们显然对互联网将流言传播成事实而不加检查的速度感到愤怒。维多利亚贝克汉姆的发言人说：“如果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贝克汉姆的八卦和流言上，那一天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。真是一派胡言。”